廉政行動基本上去到2022啦。咁其實我一路都有留意啦，同埋我好中意啲好正義感嘅劇集嘅。咁今次真係第一次有機會參與，雖然只係一個故仔，但係都見到佢哋所謂嘅製作都好認真啦，由開會啦、造型啦、劇本啦、所有對白啦、動作啦，都要好清楚嘅。輕輕少啲，弱少翻啲。咁個團隊精神係好好啊，所以每次開工咧，覺得係好，大家都好集中，好開心。開心係覺得咧，哇！今日呢場戲咧，我哋有嘢搞啦，有嘢發生啦，我哋要完成呢個任務啦，即係好似每一次都有個任務要完成咁樣，所以這個感覺好開心。